再给到莫泰，硬起啊！这个内线的优势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是，虽然没有投。刘立鹏，还是没有。哎呦，这个球运气不错，慢的转。不动脑筋不行啊，是，硬实力不够，你只有多动脑筋。对。 再来，哎，好球！这球，这就是双塔，没错。再打到罚球线这边，莫泰好球，这就是周琦今天呢，他的进攻既然受到影响的话呢，莫泰得付完众云包厢呢，在咪咕视频 app 独家上线，助全国球迷呢畅享观赛乐趣。通过云观众功能呢，与比赛现场连线，抢占现场大屏席位，与全国各地球迷相聚现场，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。用户也可创建5G云包厢，与好友观赛看球2-5。 下半场上来之后呢，还是先找莫泰这个，这球就完了，<笑>不等你这个过来包夹啊！对，联防呼应的非常的积极，是，上半场那段时间联防效果非常好啊，这球也太难了，没办法，自己来吧，最保险，嗯，带了你看，这不回来不行。 进攻还得靠他来解决一些问题。对，而且已经拉开到7分了，这是今天啊，新疆队在场上最大的一个领先优势。哇，莫泰要一个3分，哦哟，再中，连续2个3分球标中之后呢，新疆队已经把比分的优势拉开到2位数。他都现在没休息过，真的还是需要他在场上控节奏啊，漂亮。好球，那个曾经旭在场上就是说他还是能把球队组织起来，协防。嗯，哎，这边又要断啊，新疆队哦。 潮水一般涌过来的反击，莫泰，是吉林队要在追分的阶段，他们反而是出现了失误。